套衣服它实在太厉害了，因为呢它连外面这件背心都是做毛衣，它是针织的，而且它弹性超好，包心纱完全柔软，完全柔软。再来呢它是做这种抽须的，超可爱。这个呢是一个造型用，真的口袋在下面，而且它做这种微宽肩的，它没有任何的扣子。如果你有喜欢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拿一个别针扣起来，但是啊其实我们就是想做开襟式的，就不要那种正式全扣起来，那后背的部分盖到屁股的一半，所以呢你不用担心，就算这一件没有盖到屁股的一半，你也不用害羞。我跟大家讲，这件洋装超瘦，而且这件洋装啊，它是做一个螺纹的材质之外呢，微小高领完全不会刺痒。长度的部分，妞儿是161公分，给大家参考一下，150、160、170，我觉得都还尚可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它不是合身型的针织，它是那种宽松型的，所以 S M L 都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哦。其实这个黑色非常的好用，你想要穿什么样的风格出去，你就搭什么样的外套，像这个是最基本的嘛，黑色。搭这种双穿外套 QQ 毛外套最可爱了，你看这样搭多好看。好，而且整个人就是很窄小跟很纤细，白色也很 OK。 好，你可能配一个就是牛仔色的包包啊，或是有颜色的包包也都很赞哦。